哎，林总，哎，小七啊，啊，上次有事情办怎么样？哎，林总，您不知道，昨天我正要完成您的任务的时候，赵总突然过来找我，让我起草一个300字的文案，现在没搞定呢。要不，林总，您看我先完成您的任务，赵总先放你。不，不要这么说嘛，革命不分你我，赵总的事情、我的事情都是工作上的事情嘛。我的事情先不急，你先把赵总的事情完成也好。好，保证完成任务，回见。哎，回见。好你个小季，学会见风使舵了噻，还不是看了太子的前途？你也讨厌那些太子党吗？我可听到了。不，我是刚看新闻说海地首都太子港发生大地震，我想咱们单位好歹也跟他们的信息监督部门是要好单位的，咱们是不是也要意思意思呢？管他了，上级自由安排。哎，对。闲的，就是这个月第14次了，也就是说有19.57%的概率把盐放多了，比上个月同期增长了5.72%。庆祝大人今天和顾中外加班了。嗨，还不是公司的项目出了问题，我这公司的骨灰级元老当然得身先士卒了。切，就你这元老不就码农吗？哎，对了，你们公司最近好像有技术经理一职，你不去活动活动？啊？你们公司那个小歪，人家不比你更精，你看人家都给老总送了多少礼物。就那小子，我只有熟读算法，精通编码，老总主事上位于我。就那小子，空有一张嘴皮子。我写的代码比他走的路都长，瞧瞧你又吹牛。老总是明白人，这种事呀，还得我这种技术大牛来干。谁信啊？要不将军，我今天就向夫人立下军令状，若有所失，催板伺候。这就是我计划安排。谢谢。好。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？于总啊，我觉得这样不妥吧。于总，上个项目就是他做的框架设计，最后出了大问题，整个项目延期，给公司造成了很大的损失。我以对公司负责任的态度说，他不行。老吴，上次是我的错，可项目是您负责的啊。说错，大家都有责任。你啊，对不起，于总，我冲动了。好了好了，小吴啊，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多给这位新人一些机会嘛。以后有什么不妥之处，还请您这位元老级人物多多提携啊，好吗？谢谢于总，以后还要请吴前辈多多指教。以后还要请吴前辈多多指教，请吴前辈多多指教哦，多多指教哦。呀，吴经理，这个脆板太脆了，我还是跪键盘吧。不行，我们一向以诚信为本，以顾客至上，这么宣传和欺诈顾客有什么区别？您这误会可就大了，我们这叫合理利用市场潜规则嘛。这个广告，谁的广告没有水分？你瞧人家是山寨机，镶钻双模双待升级，只要998，这才是销售手段嘛，何来欺诈？我们是正规一所大公司，怎么能和那些山寨厂商相提并论？哎，谁说大公司就不需要做广告了？你看看咱们上个季度的销售报告，咱们的市场份额直线下降，被您所谓的这山寨机吞噬了足足有30%。照这样下去，
离咱们喝西北风的日子就不远了。我宁愿喝西北风，也不愿意做这种无谓和勾当。您这是说坐着说话不腰疼，谁不知道您这外面还有兼职呢？你这些个贪官，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，可他们呢，是别人动手他们丰衣足食，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都丢到哪里去了？我党要坚决贯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重要思想，做官要忠于职守，忠于人民，忠心不二，忠心耿耿，终身不娶，忠。但是为何？哎，老师，别光讲那些假大空了，给我们讲点电视台上不让播的呗。哎，电视台不让播的也不是没有，你以为我愿意天天说这些让我良心难安的话呀？可是我就怕讲了那些电视台不让播的，我就该寝食难安了。算了，给你讲点有意思的吧，给你们举两个例子。哎，我刚刚讲到哪儿了？终身不娶。对，终身不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我刚才讲的是忠。哎，说到这个忠字，就不得不提一下英雄辈出的三国年代。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，是非成败转头空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，白发渔樵江渚上，惯看秋月春风，一壶浊酒喜相逢，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这是《三国演义》的开篇词，写的非常的好。三国可真是个英雄辈出的年代。哎，你们谁家里还有老人的，可以回去问问。没赶上啊，魏哥。我真英雄首推赵子，今天我们就从赵云讲起。赵云这个人可了不得，年少成名，一生征战无一败绩，身上连一处伤痕都没有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他对主公是忠心耿耿，对，不是内奸。哎，尤其是长坂坡一战成名，在曹军中杀的是七进七出，救出了刘备的儿子阿斗。这大家都知道，说几个不知道的。可这其中还有个凄美的爱情故事，你们知道吗？说来听听。就是当时啊，不只有阿斗一个人在曹军之中，刘备的夫人糜夫人也在里面。赵云找到他们的时候，糜夫人正抱着阿斗避难呢。赵云一想，这我得救糜夫人啊。对啊，救我他好私奔啊。去，这哪儿听说的呢？当时啊，糜夫人是腿受伤了，糜夫人见到赵云来了，就对赵云说，我是活不了了，你带着阿斗赶紧走吧。赵云听罢是泪如雨下，心中是感慨万千。他心里正琢磨呢，到底哪个是阿斗呀？那赵云这不成傻小子了吗？糜夫人把阿斗交给赵云，就跳到旁边一口井里死了，还留下一句遗言被千古传颂。嗯，什么话啊？是跳楼都得说这句话，你品不品？咱们接着说啊。然后赵云就找了块石头把井口给堵上。这又为什么？主要是怕曹军把尸体捞起来侮辱啊。可后来还是让人捞起来了。嗯，我怎么没听说过啊？是这样，过了好些年，在我国的东边有一个岛国，他们拍了一个电影，少有的正常电影啊，讲的就是捞起来的这个事儿。因为他们那边看了一卷录影带就光死人，找啊找啊就找到这口井了。哦，那我明白了，糜夫人是不是还有个名字叫贞子啊？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哎呀，你这都不挨着啊。赵云这一战不仅救出了阿斗，还严重的打击了曹军，看看，这才叫忠臣。行了吧，这一段大家都听乐呵了吧？说得好，再来一段，大爷们重重有赏。行，今天开荤就到这儿了。现在我们进入正题，提问：
请列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为了惩治反腐败所出台的五项有力政策。这位同学，回答问题。这些学生们呀，好，同学们，我们开始下课。操！你不会是我仇家派来的吧？你一个忠臣酒火杀小乔，没看我小乔是连着的？都说网上小白多，还是面纱爽。算了，不玩了，去割回菜吧。老陈啊，没想到你都已经23级了，比我还高2级，佩服啊！最近煎饼的团都在讨论呢，农场有个 bug 可以刷经验，你不知道？煎饼论坛，好遥远的回忆啊！我要开会去了，你们接着玩吧。好。我也要去开会，先走了。大家坐，大家坐。今天叫大家来呢，是接上级红头文件指示，咱们要开展新一轮的严打网络非法信息的活动。我们国家向来是坚持信息自由的，但是我本将心向明月，奈何明月照沟渠。总有一些公司吧，开发一些很黄很暴力的游戏，毒害了小朋友怎么办？就算没有毒害小朋友，毒害了花花草草也不好吗？最近有个煎饼论坛，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？知道，那个论坛本来是讨论 IT 产业相关的，结果那帮孙子整天不干正经事，整天灌水。有一个版叫测试版，本来是讨论软件测试的，结果现在上面就像三峡大湾决堤的一般。哦，对了，他们还把微软版改叫巨硬版。听听，巨硬版，多么低俗的名字啊！对于这些有可能破坏和谐社会的地方，就应该坚决令其整顿。那个吕成同志啊，你最近在负责审查新上市的网游工作是吧？有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啊？最近一段时间可能是受到五一黄金周的影响，准备上市的网游比较少。不是有个叫 Q3 魔刷的游戏，一直跳票，最近终于出来了，玩家还挺好玩的，但也算网游吧。哦，这个我仔细研究过，他们没有宣扬什么反动的或者色情暴力的场面，背景也是老少咸宜的三国背景，好像没有太大的问题。吕晨同志说的有道理，但是我觉得吧，还是有需要改进的地方的。据我了解，你看那个小乔吧，他的穿着就很不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宗旨嘛。还有这个游戏啊，老是喊打喊杀的，上一轮的朋友下轮就变成敌人了，怎么教育我们的下一代啊？你们有什么看法吗？陶总说的是我在重新审查这个游戏吧。小陈同志呢？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。好。我就不该多插一句嘴，我老婆还回家等我吃饭洗澡呢，明天见。明天见。哎，看来这次陶总是要杀了这只鸡给那帮猴子们看了。你陈爷说再多也没有用。林总。小季啊，上次我叫你办的事情还没办吧？林总，赵总的文案刚搞定，我马上办这个事。小季啊，是这样，那件事情呢，你别按我原来意思办了。你跟他们说，虽然这个游戏整体上是不错的，但是某些图片有色情的嫌疑。而且还有点宣传暴力的倾向，你让他们稍做一些整改吧。李总，上次您不是说？小齐，现在这个反正不一样，你就按我原先的意思来办就行了。好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李总，回见。回见。一定要他们通过是吧？我当时是这么说的，但现在我怎么跟二飞交代？
喂，小刘啊，网游没通过审查，暴力低俗，恭喜不？这个搞什么鬼？那个什么官人我要那个什么来着？哦，对对，御姐麻将，他们那个不低俗，我们低俗。我操，搞什么鬼啊？工信部有人，什么人人不人的？太子党，叔叔别跟我提太子党，太子党一提这个我就火的。就这样，明天再说，我到家了。嗯，拜拜。很香嘛，不许偷吃。干什么呀？你说干什么？不行，我得先洗澡呢。一块洗啊。讨厌。跟我往一块儿洗。晚上别回家了，得多陪我一会儿吧。你这个小妖精，上个星期才骗那个黄脸婆说要出差，总不能一个星期不到又要出差吧？好啦，我理解的，那就是想和你多待一会儿嘛。嗯，我就喜欢你善解人意这点。你说你和我家那个黄脸婆两个人都姓张，连生日都同一天的，可差距怎么就那么大呢？一个这么贴心，一个闹心死了。就知道花言巧语哄人家开心。不信。嗯，起来起来起来，睡成这样要怎么睡啊？嗯，你刚刚做什么春梦啊？我听到什么黄脸婆贴心宝贝，谁是贴心宝贝啊？什么？还装蒜？贴心哦，贴心宝贝，我们女儿嘛，我刚才做梦，梦到她长大了，变黄脸婆了。神经病。睡觉睡觉。嗯，这首诗吧，这首诗主要是表达了作者一种超凡脱俗的人生境界。对于那些不理解他和嘲笑他的人，作者就想请他们想一想，那些曾经在历史上叱咤风云的豪杰，当他们死了以后，又能留下什么呢？可真的是这样吗？历史上三国是一个群雄并起的时代，可是他们的故事不是一直都流传下来了吗？也是，但其实这首诗只是表达了作者一个个人的一种思想感情，我们又何必找出一些佐证或者说反例呢？你也喜欢看三国？是啊。那咱们聊聊啊。老师，三国里谁最厉害呀？俗话说，一吕二赵，三典韦，四关五马，六张飞。按理说，这个武功第一的应该是吕布，正所谓人中赤兔，马中吕布啊！这其实这个关羽这个人吧，您觉得貂蝉厉不厉害啊？和杨小蜜比，谁更厉害？貂蝉和漂亮，十八路诸侯不能杀董卓，而一貂蝉足矣。刘关张三人不能杀卢布，而貂蝉一人足矣。若论厉害，貂蝉真可谓是千古第一奇女子。虽昭君。
西施亦不及也。哎，你刚才提到那还养谁？杨小蜜呀。杨小蜜？杨小蜜就是我呀。老师，我认为貂蝉之强，强在有人怜香惜玉。如果你能对我好一点，我也能考个好成绩啊。你不是来问问题了吗？就不要动这个歪脑筋了，赶紧回去好好复习吧。我不走。哎，也罢，你先把门关上。好。老师，这门怎么关不上呢？嗯，怎么回事？我来看看。哎，好像是推不动。哎，你出去看看，这门桌上是不是卡点什么东西啊？老师，这里面还真卡了个笔帽。拿出来了吗？拿出来了，这下门应该能关上了。啊，那就好，走您的。你今日的目的老夫早已算定了，若不是老夫定下此计，又怎能将你骗出门去？哎，现在的孩子们呀，幸好我多留了一手。又是一年过去了，闲云潭影日悠悠，物换星移几度秋，阁中弟子今何在，剑外长江空自流。这么多邮件，这些孩子们呀，忽悠，接着忽悠，都忽悠了这么多年了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你这个代码男，天天写代码，有娶到老婆的，娶电脑吧你就。哎，冀中自有颜如玉啊！你们难道没有看过 VS 2010的宣传片吗？美女都喜欢我这种 IT coding 男。老子以后一定要做大老板，有很多很多钱。不要以为人民币就是我追求，不，你们错了。赞，美元才是领导的追求吧？对，不对。不过也对，我要创造出响亮的中国品牌，赚外国人的钱。不过最关键的嘛，我要很爱很爱我的老婆，不能有二三四五奶，令人呕吐的大老婆。在我看来，什么是一个好领导？不是一个整天指挥叫嚣的感谢国家、感谢党的五毛党，而是一个可以从人民的角度出发，用自己的脑子、自己的心，踏踏实实、坦坦诚诚地为人民做实事、谋实力的人。所以嘛，如果大家选我做学生会主席，我会俗。在我眼中，什么美女啊、金钱呐、权力啊，那都是浮云。浮云是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那都是虚的。遥想当年三国风云激变，诸葛孔明也就是我的偶像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欲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，借东风平南蛮，六出祁山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？所以说以后我一定要当一位教书先生，请不要叫我老师，那太普通，也不要叫我教授，那太片面，
请叫我导师，因为我是人类心灵的指引者。正所谓一朝春尽红颜老，花落人亡两不知啊。再打一次，疼。
很多很多 money。 不过别以为人民币就是我的理想，不，你们错了，我回复俗，我忘词了。老总是明白人，这种事情啊还得我这种技术大牛来干，谁信啊。要不今天我就给夫人立下了军令状，若有所事催板伺候。我有点假啊，对，啊，行。